刚才呢，我们是揭晓完所有的这个华语排名情况了，接下来就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海外榜。在今天的海外榜当中呢，有五首新歌上榜，那剩下的五首歌呢，成绩仍然是保持得很好。据说这些老歌他们的名次好像还有上升。那今天的榜单当中会出现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电子组合 Daft Punk， 以及成立了20周年的后街男孩。那他们之间呢，又会进行一个非常激烈的厮杀了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赶紧来看一下本周海外榜第10名的歌曲，是来自韩国组合 TINKTOP 的一首《没开玩笑》。